面上看不到，他们应该在墨里面，它应该有一Yeah, 个更I 多选 did it. 择的选项。Okay, so 哈，那我就说我们 fresh lemon 呢，是为了我们这些忙碌、勤奋和无私的，往往正是缺乏照顾自己的这些亚裔，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呢来分享健康的知识，解决您在健康方面的疑惑，为您带来一些最新的健康的理念。我们是想，真是激发您的动力，帮助您有一个更积极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本着这个目的呢，我就说我真是愿意分享一下我的时间，义务的为大家来，就是说读一些书，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读书的心得。所以呢，我这个公益性的讲座呢，是和我的工作呢是分开的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呢，我不是说为了去去要新的病人我也是完全义务的不也不是说想在不能够把我们在这里边说的一些信息呢，当做你的医药的医嘱呢来执行那我就说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在 Michelle 杨医生分享之前呢，我跟大家简单的再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讲座这样的话呢，我想可能会有助于您能理解Michelle Yang医生说的一些信息，好吗？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美容效果不算真是提供着我们重要的免疫功能。起到了一个大的保护层，皮肤的更有一个非常 unique 的功能呢，就是说它是 unique 的特征呢，就是它是在不断的更新和再生。根据您的年龄呢，我们的皮肤更新的是2个星期，从2个星期呢到3到4个月不等。皮肤呢有三层，有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我们的真皮呢，是占有皮肤最大的厚度，大概有90%。这里边富含我们常说的胶原蛋白，就是 collagen 和弹性蛋白。胶原蛋白呢，提供着一个强有的弹性的这个蛋白质的作用。不仅如此呢，皮肤呢还有丰富的血管、神经和皮下的淋巴组织。皮肤呢，各个层面上呢都有丰富的干细胞，这里边的绿的细胞呢就是干细胞，帮助我们皮肤有再生的功能。可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内因和外因，我们皮肤的淋巴和血液环境呢就会有所变化。供血不足，淋巴系统的循环不足，会造成了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的减少，这也就是我们皮肤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原因。另一点呢，我强调的呢，就是说皮肤呢，它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们的皮肤上呢是附着了成千上万的细菌，其中呢，我们皮肤上有1.5万亿个细菌，每一个平方厘米都有100万个细菌。所以说呢，我们保持皮肤细菌的平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在我们保护皮肤健康上面的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有保护有益的皮肤的细菌呢，可以防止潜在的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我们皮肤呢，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的皮肤作为一个器官来说呢，是跟我们内脏器官呢，也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们的肠道器官，这里边我就不用再分享。就是说，我们的皮肤不是单孤立的一个，所以我们皮肤的营养呢，不是单纯的外边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实际上是内在的表现，是内在健康的一个表现。那第三点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一个糖化的作用。什么是糖化的作用呢？从我们烹饪的学习角度来说呢，简单的说呢，就是蛋白加上糖。加上糖，在微热的环境下呢，它有一个褐变的效应。这个效应呢，实际上呢，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皮肤会不断的衰老。有的人为什么会衰老得更快？也就是说，糖的分子
和我们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结合，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僵硬的这一个stiffness 非常僵硬的这么一个变化。它呢会引起来皱纹，让我们的皮肤呢失去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少吃糖，少吃 high glycemic index 的 food，就是高糖脂的这个高糖 index 的食物，会帮助我们减低我们皮肤老化的一个过程。好，那下边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少阳医生。让他来先分享一下好，Dr. Yang，你能不能开始 share 你的 screen 呢？好的，好的，我来 share 一下。他说这个 host disabled participant screen sharing。对，这个很奇怪，上一次没有这个问题。好，所以现在又得把这个 host 交给 Michelle，但是有可能这个录音会断掉。那那要没有请关系，Michelle 又继续录一下，回头我再把它剪辑到一起。抱歉。好的，make host OK，好，哎，Michelle，你可以了吗？你能看到吗？好，那哎然后呢？，OK，你那，现在呢？如果可录音能没的有话，断，所以不用，不录用。音没有断，那太好了。好，那我们现继在是续。slide mode 吗Yes。OK，对，那好，那我就可以开始了。谢谢孙医生给我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那我是一名皮肤科医生，现在在硅谷工作。今天呢，我会简单的讲一讲作为一个皮肤科医生对护发以及护肤的了解，最后呢，会解答一些孙医生收集的一些你们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致的提纲，在皮肤的环节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对于皮肤的正确和错误的理解，也会讲一讲我们皮肤科的老本行防晒，我也会介绍给大家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护肤步骤。在头发的环节呢，我会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正常或者是不正常的脱发，也不同种类的脱发。还有对生发有用的一些维生素啊，增发的家用仪器，叫LLT，还有就是 platelet-rich plasma 自体生长因子，最后会简单的讲一讲植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很多病人来到我的诊所呢，都会问我一些自己在 social media 呀看到的一些护肤常识，在这里呢，我有几个提问，请大家告诉我以下你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互动起来，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到信息栏，你也可以就直接 unmute 你自己，然后说出来你自己的想法。那第一个。对，有很多朋友啊，他吃早餐喜欢把蓝莓放到酸奶里面，来增加这个蓝莓抗氧化的效果，从而达到护肤抗衰老的效果。那请问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家怎么想？猜是正确，我想是正确的。有人觉得是正确的，好。那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个蓝莓呢和酸奶放到一起以后，它的抗氧化效果反而其实不如单独吃蓝莓的抗氧化效果好，而且这个奶制品啊，它会影响蓝莓更好的成分的吸收，也蓝莓一般来说也可以降血压，那当你把蓝莓和奶制品放在一起，它对降血压的帮助也会有所下降。所以呢，吃蓝莓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就喝水或者是单独吃蓝莓就好了。那下一题，像这些什么 Dove 呀、Irish Spring 还有 Dial，我们你觉得这些是不是都属于 soap？
SOAP 就是像我们我中文翻译就是香皂，但是你觉得这些都是同一个产品吗？对，大家稍等，我打不是那个有一位叫 Steve 的，请你 mute 一下自己好吗？是 Steve S T V E 小写的，有两位 Steve。大家什么想法？我看一下 chat。大家说不是。你 mute 一下自己好吗 ，Steve？ 哦。大家，我看有人回答说不是，那这个是正。有人说是，对，有人说是、啊、，OK。对，我也看到有人说是。啊，其实呢，确实是很难区分啊哈。来，让我们杨医生给我们解释。我想要换下一个 slide。OK，、嗯、那其实它这个是错误的、嗯、啊，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啊 ，Dove 其实是和这个 Irish Spring 和 Dial 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呢？其实 Dove 是属于我们叫做 Syndet 或者是叫做 Beauty Bar， 它实际上不是一般的 soap 啊。Syndet 它是一个酸碱值非常适中的，它甚至有一些弱酸性。它不会改变皮肤的酸碱值。那 soap 呢，它的碱性是非常强的，如果长期用 soap，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 Irish Spring Dial， 它会长期使用，它会形成皮肤瘙痒。那我一般来说只会给病人推荐 Syndet， 除了 Dove 以外的 Syndet 呢，还有一些别的很好的 Syndet， 比方说 Aveeno 啊， Vani Cream， 还有 Eucerin，这些呢非常适合皮肤敏感的人群，长期使用也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杨医生，不好意思，麻烦您一下把那个有一位叫 Steve 的 mute 一下。好，我看一下，就刚才出一些杂音出来，可能。嗯。好，我 mute 他。哎 ，OK， 嗯，好的，谢谢，没问题。那第三题。凡士林是不会造成青春痘的，那大家怎么看这个说法？我想不对，会。你觉得是会造成青春痘是吗？我猜啊，我想。对啊。那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是正确的。为什么凡士林它不会堵塞你的毛孔造成青春痘呢？是因为凡士林的分子是非常大的。那它分子大到它没有办法堵住你的毛孔，所以凡士林它不会引起粉刺或者是长痘。实际上现在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很多有一个 practice 叫做 slugging， 它意思就是说它有分为两种，一种是你洗完脸以后你就把凡士林厚厚的涂到脸上然后就去睡觉了，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洗完脸后用自己的护肤的产品然后再用凡士林，它可以帮助锁住这些成分，这些做法对皮肤实际上都非常有帮助，尤其是你是干皮或者是敏感皮。杨医生，我要就是澄清一下，刚才那道题您说的问题是凡士林不能够造成 acne 对吧？对，所以呢这个答案呢是对的，是凡士林不会造成 acne 对吧？是的，没错，凡士林是不会造成 acne， 不会造成 acne 的，对，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在脸上。对，这一点是我也是有很多的病人来了都是非常担心用凡士林，我觉得您的这道题非常好啊、太好了。对、因为我们有在治疗青春痘的有一个药叫做 Accutane， 它会让病人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干。我们在每个病人开始之前我都会说买一大罐凡士林，在开始、一开始你就要开始厚厚的涂全脸啊，因为它并不会造成青春痘，反而会让你的皮肤更加帮助你的皮肤锁住水分，非常非常对皮肤非常好。而且又很 affordable， 对，很便宜。那您推荐病人用 Aquaphor 吗？ Aquaphor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嗯， Aquaphor 呢，它和凡士林是不一样的。Aquaphor 实际上是只有 40% 的，因为凡士林它是 100% 的 white petroleum， Aquaphor 它是只有 45% 左右的 white petroleum，它其他的有一些 preservative， 比方说 lanolin，
有一些病人是对这个过敏的，所以尤其是孩子，我尤其是小孩子，我都不，我会建议就用凡士林，不要用阿夸福。嗯，好，好，谢谢。嗯，那下一题。杨医生，不好意思，好的好的，您那边的声音有一点点小。哦，是吗？那行，我对。对对对 ，OK， 可能会好一点。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嗯，没有孙医生的大。看一下。嗯。嗯，好，没事，您要不您稍微大声一点点。好的，那我大声一点，现在可以好一点吗？哎，对对对，谢谢。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大声一点。下一题。我不出门，所以我不用用防晒。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对，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你要是说正确的话，那我真的是需要 slap your hand。 那像美国的防晒产品啊，一般包装上都会有一个这个 SPF 值。那它这个 SPF 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衡量这个产品对 UVB 的保护。那大家总是说什么15倍防晒、30倍防晒啊，具体比方说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方啊，如果我不抹防晒，我大概十分钟以后就会被晒红。那如果我抹一个SPF 15，就是15倍的防晒，那我就用15乘以10，所以我应该在150分钟以后才会被晒红。那如果我用30倍的防晒呢，那就是30乘以10，300分钟以后我应该才会被晒红。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涂防晒，这个涂的量都不够。而且我们出汗了以后防晒就脱落了，所以我们皮肤科医生一般会建议最少要用SPF 30的防晒产品。那如果你出门的话，需要每2到3个小时就补涂防晒。那 UVB 呢，它是造成皮肤癌的罪魁祸首，但是 SPF 它这个值它并不是一个可以保护 UVA 的指数。像韩国有很多的产品啊，它会有一个 PA++ 的标志，这个是 UVA 的保护指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它这个 FDA 是不允许产品标这个 PA 的指数的。但是你在美国买防晒产品，它会写 broad spectrum， 它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它又可以防 UVA 又可以防 UVB。 那咱们的窗户它是无法阻挡 UVA 和 visible light 可见光。visible light 和 UVA 它都可以，它会造成衰老、黑斑以及肤色不均匀。A 你可以想 A 它是 aging。那你看这个卡车司机老人，他的脸对着车窗户的那边脸和不对着车窗户那边脸，他就要显得衰老很多。这个就是 UVA 和 visible light 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那我们到下一题。我现在声音还可以吗？这个音量还 OK。那我就有朋友说了，那我就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那我就不用抹防晒了吧。那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家都说是不正确，是错误的，太可能，太好了，太好了。嗯，都是对，都是都答得很对，非常好的病人。那如果咱们的目的只是预防皮肤癌的话，那么在不出门、房子没有窗户、不涂防晒 ，OK，that's fine。但是如果咱们的目的是减缓衰老、预防老年斑，那我是建议大家即使在家里也要用防晒。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家里，就是像天花板上的灯光啊，会放射出一些可见光啊，包括咱们的手机啊、tablet、电脑，包括我现在在 Zoom 给大家做讲座，这些都会放射出来可见光和蓝光，这些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尤其是蓝光，它会增加黑色素。有 melasma 黄褐斑的朋友一定要预防可见光和蓝光。那我会建议一些有含有 iron oxide 的物理防晒产品。 iron oxide 呢，它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预防可见光和蓝光，
它一般来说 iron oxide 它有一个一点点的红棕色，所以含有 iron oxide 的防晒产品会有一点像粉底液一样。那这些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含有 iron oxide 的物理防晒产品供大家参考。那我一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物理的防晒产品比化学的防晒产品要好。啊，化学防晒以后它是跟紫外线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后它会散发出来一些热量。因为这个原因呢化学防晒会使有黄褐斑 melasma 的会变差。因为 melasma 它是一是 sun, 还有另外一个是 heat, 它都会让 melasma 变差。那近期还有就是近期研究表明当我们把化学防晒大部分的涂到身上以后我们的血液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些化学物质。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些化学物质在血液里面会对咱们有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有一种化学物质物理防晒化学防晒的 ingredient, oxybenzone, 它已经被夏威夷禁止使用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海里的珊瑚礁。所以你去夏威夷的话一定最好只用zinc oxide 或者是 titanium dioxide 这些物理防晒。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护肤步骤。我属于是干皮，主要的护肤目的呢是预防衰老和黑色素。这些是我自己试了很多产品以后觉得很合适我的。我建议大家在购买护肤产品之前，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还是用一下试用装来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第一步，早上我会使用一个含有lipohydroxy acid 的一个洗面产品，因为 lipohydroxy acid 它可以帮助皮肤更新、去角质、治疗痤疮、改善黑斑。改善黑肤色不均匀粗糙同时呢它可以让皮肤变得很光亮。我自己的 recommendation 是 La Roche-Posay 他们家的这个 Pigment Clar Brightening Foaming Cream Cleanser。第二步呢其实上是我所有的护肤产品里面最贵的一个产品。它就是 SkinCeutical 家的维 C 精华。它是维 C 精华产品里面的鼻祖。SkinCeutical 它有为这个产品申请一个专利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维 C 产品都是用他们家这个产品作为标准，因为维 C 它成分非常不稳定，他们家的产品里面还加了维生素 E 和 Ferulic Acid 可以让维 C 变得比较稳定。我试了很多牌子的维 C， 早上用了以后下午就会氧化，它氧化以后就会让你的脸变得黄黄的，但是这个产品就比较少会出现这种现象它虽然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投资的。还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店里一打折就囤一大堆的维 C 精华，因为它的保质期比较短，尽量用完一瓶再买下一瓶，因为它很容易就氧化了。那第三步呢就是面霜在我看来面霜是不需要买很贵的，因为面霜它主要是用来滋润皮肤，帮助锁住皮肤的水分，以及之前用的一些保养品。我用的呢是 La Roche-Posay 家的这个 Lipicar Balm， 它是20块钱500毫升，非常亲民。它里面有 niacinamide、 ceramide， 这些都可以帮助滋润我们的皮肤很适合干皮。那在最后一步早上的话，那就是一个有 iron oxide的物理防晒产品，我最喜欢的是 Ulta MD 家的 UV Physical 刚才说 Tinted Sunscreen 这块已经说了很多了。那到了晚上呢，我会首先用一个 Double Cleanser， 就是两步清洁。第一步呢就是用一个卸妆油来卸掉防晒和化的妆。卸妆油其实有很多Clinique 家做一个很好的这个 cleansing balm， 但是有很多一些日本的公司也会做一些很好的 cleansing oil 第二步呢就会用我会用一个水油混合的一个卸妆水，叫做 micellar water， 它用上去呢一点都不会干，
在用完 micellar water 以后，你实际上不需要把它洗掉，你就直接可以到下一个步骤。那第三步是我会用一个处方的 A 醇产品。A 醇产品是我推荐的所有产品里面的第一名。如果你今天在所有的产品里面只想选择一样产品的话，那你就应该开始选一个 A 醇产品，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抗衰老、去细纹、淡斑啊，治疗和预防粉刺，还可以帮助你增加胶原蛋白。那如果你在以前都没有用过任何的 A 醇产品的话，我建议你从比较温和的视黄醇开始，就是 retinol 这些产品啊，慢慢慢慢的可以强化到用一些处方的 A 醇产品。我用的这个叫做Tazarac 它是 A 醇产品里面药效比较猛的，因为我用 A 醇产品已经用了有十多年了啊，已经是算是脸皮比较厚了。如果你刚开始用的话呢，一定要慢慢慢慢的 build up， 比方说甚至一个星期你可能只会用一次啊，如果你用太多的话，你就会形成皮肤红肿啊、脱皮啊，甚至对于亚洲人来说还会产生post-in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 啊，叫做炎症后黑色素沉着，反而就是弄巧成拙。那在最后一步就是我的 moisturizer。 当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技巧，如果你的 A 醇产品啊给你造成了脱皮的现象，除了减少用量以外呢，你还可以在用完你的面霜以后再去使用你的 A 醇产品，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那我在这里我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很种草徐刚医生用的推荐的一个moisturizer 啊，这个里面有 melatonin 还有bakuchiol。 那 melatonin 呢，它属于一个 antioxidant， 可以帮助抗皱淡斑啊。 bakuchiol 呢，它现在有一些小的研究表明 bakuchiol 它是对消除细纹和改善肤色方面与视黄醇 retinol 是有差不多的效果。我自己已经用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了吧，觉得非常滋润，而且用到脸上也不油，是一个很好的面霜啊，而且价钱也还比较亲民。所以谢谢徐刚医生给我们的推荐。啊，那您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大概什么时候是早上用还是晚上用？这个如果已经用了 Retin-A 的话，那可以合用吗？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会早上用因为晚上我会用我的 Tazarac 就是我的 A 醇所以我不希望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但是实际上 Bakuchiol 你即使是跟你的 A 醇产品用在一起，它也不会说造成 extra irritation 但是我是只是会早上用，因为没有必要把它和你的 A 醇产品用在一起。那这个是在维生素 C 和你的 Skin Moisturizer 以后用这个，是这样吗？就是我会用这个的话，我就不会再用 Moisturizer 了，因为我觉得它也很已经很滋润了。嗯，好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Skin Moisturizer 呢，我经常是跟病人说用 Oil Free 因为很多人都容易起这个Acne 青春痘就是说这一点您是怎么推荐病人的呢？对，其实主要用的是在 acne 的病人，在我们来看主要最好是要用一些温和的产品。 oil free 呢，其实它这个脸上的 oil 你反而如果你让你的皮肤变得很干的话，它反而出油会出的更多一些，所以它主要是要选择 non-comedogenic 的产品，就是它不容易堵塞毛孔的产品。至于 oil free 或者是就是 for 有一些产品是 marketed for oily skin， 这个倒是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来说，但是它一定要是 non-comedogenic， 对，不容易堵塞毛孔的产品。是的，不容易堵塞毛孔的产品。好 OK， 我现在要转移话题。这是我们万圣节的时候我跟我儿子照的，我们是大红帽与小灰狼，太可爱了。谢谢。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脱发的问题。我觉得脱发吧是一个皮肤科医生都为之胆怯的问题。为什么说脱发很难治疗呢？因为头发和咱们的指甲一样都长得非常缓慢，一
一般来说，我给病人介绍的任何治疗方措施都要实施至少6个月以后才能看到显著的效果。那我的病人当他们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的头发昨天就已经全部长出来，非常茂盛了。那大部分病人在坚持到6个月之前都会放弃。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脱发的问题一定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你才能看到显著的效果。那很多脱发的病人来我这诊所都会带一包头发给我，他们就说杨医生啊，你看我没骗你吧，我每天洗头，洗完头要掉这么多头发。那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属于正常，什么属于不正常啊？我们有一个 hair shedding scale， grade 1 shedding 是每天掉10根头发， grade 2 是50根， grade 3 100根， grade 4 是200根， grade 5 是400根， grade 6是750根。那当你的掉发程度到是 grade 5 和 grade 6、那就是属于不正常的脱发，但是在200根以下都是可以，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但是到了就200根以上的话，我是会建议需要一些治疗措施。那脱发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疤痕性脱发，一种是非疤痕性脱发。疤痕性脱发呢，指的是你的毛孔已经形成了疤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脱发是你的头发是没有办法再长出来了。一般这种脱发的类型是一些皮肤科的疾病，比方说discoid lupus， centrifugal secretional alopecia， lichen planopilaris， 这些大家都不需要具体了解，因为它属于比较罕见的皮肤病。那像非疤痕性脱发它更为常见一些，有一些比较比方说 alopecia areata， 它是属于非疤痕性脱发，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皮肤病，你会看到这些患者会有一些圆形的脱发，这是属于免疫性的造成的。那还有一种叫做 telogen effluvium， 它是由压力造成的脱发，一般可以是心理压力，也可以是身体上的压力，比方说孕妇在生完孩子以后3到4个月会开始大量的掉头发，就是属于 telogen effluvium。那最常见的呢是 androgenetic alopecia， 中文叫做雄激素性脱发，它是跟你也由荷尔蒙引起的。在美国大概5000万男士和3000万女士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是年龄越大这个问题就会越显著。一般来说女性在40岁以后，男性35岁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雄激素性脱发，如果有家族史的话这个问题会出现得更早。那这些一般来说脱发的病人来我们诊所以后，除了我会检查一些血液，建议一些吃的药和涂的药水以外，我们还会建议一些辅助产品，其中一个呢是帮助头发生长的维生素，在这里给大家介绍3种。这种维生素呢也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的，它只是起到一种辅助性效果。那如果你想用这个维生素作为一个单一的治疗方法，那生发的成功率是非常小的。还有一种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做的一个仪器，叫做 low level light device， 它是一个红外线的一个家用仪器。那研究证明呢，1周3次，一次用10到15分钟。它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就是有这种梳子呀，还有帽子，还有这种 hair band， 大约3到4个月以后可以看到35%的头发增长，头发会变粗变密。那我自己的病人我觉得是50%大概觉得好像是有一点效果，50%跟我说没有效果，但是它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会建议孕妇也可以使用。那在最后给大家现在有一个比较有名气的
增发方法叫做 platelet rich plasma， 啊，自体生长因子，它是自体生长因子，它是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因为血小板里面有很多帮助组织修复的生长因子，啊，最早它是用于啊关节骨科方面来修复，比方说像 Kobe Bryant、Tiger Woods， 他都有用啊自体生长因子来帮助自己恢复，他是抽自己的血液，然后呢再输回去，输回到头皮，所以这种疗法也被称之为吸血鬼疗法。它是使用一种萃取离心纯化的过程来提取纯度非常高的血小板的血浆，那这个血浆里面有很高成分的各种生长因子，自己的血液，因为它是自己的血液，所以你不会说有免疫排斥的问题，但是像 platelet rich plasma， 它是对药物，比方说 finasteride minoxidil 这些药物有一个辅助作用，它也可以帮助你植发以后有助于维持植发效果。我们也用它在脸上来帮助治疗痘疤呀、手术的疤痕啊、皱纹和细纹啊、预防黑色素，帮助毛孔粗大啊、皮肤纹理不均匀，甚至它对妊娠纹也会有帮助。一般来说一个 session 是500到1200美金，那是看你要治疗多大的部位还有包括就是各个地区它就比方说像湾区会更贵一些。一般来说呢，头我们会要先一开始是会4次头3次呢会是每四个隔一个隔四个星期做一个 session。然后到了第四个 session， 你可以等3个月以后再做，一般3到6个月以后会看到30%到40%的增发。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它是属于一种辅助性的不能只用这一种方法来就想着可以把头发变得非常茂盛。那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植发。现在的植发有非常两种，有两种非常常见的方法，一种是切割式植发，一种是非切割式植发。下面给大家讲一讲这两种方法并且告诉大家如何选择。那切割式植发叫做 Strip Harvesting Follicular Unit Transplantation， 叫 FUT， 它是用在后头皮比较茂盛的地方切下来一块，那切下的部位呢会被非常细致的解剖成毛囊单位，然后呢把这些毛囊单位移植到前面的头皮。这种植发方法它需要头皮非常有弹力，因为你切下来这一块之后需要把它缝合好，如果头皮没有很好的弹力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切下来的部分缝好。缝合好后呢，会形成一条长长的直线的疤，一般来说头发是可以盖住的。这里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切下来的头皮会要解剖成毛囊单位，然后慢慢的把它移植到前额头皮。另外一种方式，非切割式植发，这种方法利用这种很小的 punch tool， 就是一个打小孔的手术工具，把毛囊单位直接取出。像这种方法它不需要缝合，会形成小小的圆形小疤，这种圆形小疤很容易就被头发覆盖了。当然如果植发的病人肤色很深的话，那愈合以后你可以看到头发尤其是头发留得很短的患者，你可以看到他的后脑勺上会有很多的小白点，就是你看第三列的这两个照片你可以看到他后脑勺的头皮上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小白点，看起来是有时候看起来会挺明显的。那这个是一个35岁的男士，他做了非切割式植发，你可以看到图 A 是植发前，图 B 呢是植发24小时以后，图 C 是植发1年以后的效果，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大家注意，如果你是对植发有很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专家，因为他这个头发一定要非常不规则的植入前头皮，才会看起来很自然。就比方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找错人了，找的这个植发专家，可能他做的 case 可能并不多，他的头发可以看出来是90度角很整齐的植入头皮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的不自然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专家。那到底这两种方式该如何选择呢？如果你的头皮非常紧，它是有一个这种数学公式来计算到底你的头皮有多紧啊，那开刀会比较困难，那应该要选择非切割式植发。但是呢，非切割式植发它是需要剃发的啊，这样的话这个 surgeon 他会对他来说更容易一些。一般年轻的患者如果是30岁以下，我们会建议先使用药物和platelet rich plasma 来治疗。那如果你比较年轻，比方说35到40岁以下，一般会建议用非切割式植发，因为这样的话留下的疤很小，比较不明显啊，尤其是年轻人他很喜欢换发型。还有就是年轻人他植发一次以后有可能以后还需要再植一次，所以非切割式植发他会可以植发他会可以让你植发好几次。那如果是切割式的话，你因为每次都会留下一条长疤，而且每缝合头皮一次呢，你的这个头皮就会变得更紧一些，所以想要做多次的切割式植发会比较困难。那费用上面的话，切割式会更便宜一些，一般来说大概是10000块钱左右。那非切割式的话是15000块左右。那大部分的病人以为一旦植完发以后就大功告成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了。那其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在植发以后呢，一定要继续使用药物以及 platelet rich plasma 之类的辅助产品来帮你维持植发的成果。否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植入的这个头发也会脱落。OK， 那今天就是我准备的lecture 方面的内容。我知道孙医生应该 collect 了一些问题。对，其实大家的问题很多。那我在这里边呢先捡几个非常今天跟您的内容有关的几个问题哈。有朋友问是不是需要爽肤水，有没有您推荐的这个爽肤水其实它是我一般来说在我看来我比较注重成分，所以也要看这个爽肤水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如果是我知道有些病人会用，比方说我的 acne 的病人，就是长青春痘的病人，他会用一些有 salicylic acid 的这些爽肤水。所以我觉得还是主要是看成分，比方说 hyaluronic acid 的爽肤水也都会比较帮助你滋润皮肤，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requirement。好那您推荐眼霜吗？眼霜我在我看来其实是可以用你自己的面霜来代替的。当然如果你的眼下部分比较容易长脂肪粒，那你可能会要选一个比较轻薄一点的面霜来作为你的眼霜。当然现在的这个眼霜做的非常的 fancy，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 roller 啊之类的，你那用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心情非常好，那也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眼霜就是没有必要花很多钱来专门买一个眼霜。好对，那这样帮我们省钱，我自己也没有用眼霜。那紧肤的产品有没有，就是让你的皮肤收紧的产品皮肤收紧的产品是指帮助你，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跟 A 醇的产品有关的，增强是吧，胶原蛋白，对，增强 collagen 的那我觉得就是 A 醇产品，视黄醇可以从视黄醇开始等到你的皮肤有一定的耐受性的话，可以开始用一些处方性的 A 醇。好，那下边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估计可能只有时间答两三个大家
边问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因为户外的活动太多，没有注意防晒，脸上形成了一些晒的斑痕，或者是老年斑，这些呢是大概跟着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机理是怎么形成的啊，然后如何保护啊，去除脸上的黑斑。好的，好的，我可以先从这个脸上的斑来说起。那我们就叫这些 brown spots。那一个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两种，一种是平平的，还有一种是凸起来的。那平平的就是我们说的雀斑、晒斑，这个是因为由于长期阳光没有好好的防晒引起的。我有很多病尤其是中国病人会来了我诊所就会问我说是不是因为肝功能不好。那在西医看来，脸上的斑和内脏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在我们看来主要是跟这个一是年龄，二是防晒措施，那我一般来说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一种是可以用一些有 hydroquinone， 就是它可以帮助算是可以帮助你淡斑的一个抹的一个药，还有就是可以用冷冻的方法 cryotherapy， 也可以用轻微的这种电烧我们叫做 electrocautery， 然后最后呢也可以用一些激光。那也要看皮肤的这个也是按照皮肤的肤质来选择这个方法的像我们 Asian 的，像我们亚洲人的皮肤有一些方式是我也是不建议的当然就是我这个是要因人而异。那凸起来的这种 brown spots seborrheic keratosis，它主要是它主要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形成的它的中文叫做脂漏性角化。它即使是在不见光的部位，你有时候也会看到 seborrheic keratosis， 比方说肚子上啊、大腿上、屁股上也会长一些。这个是有一定的遗传原因的。那我们治疗的方法有比方说冷冻式治疗法。电烧式治疗法包括激光也是可以用来治疗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冷冻式治疗法。那具体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我觉得还是建议看完医生以后再决定。好，那怎么样刚才其实您已经讲到了预防，就是防晒的产品，对吧？除了防晒的产品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这个建议这些斑呢是不是早去治疗会效果更好呢？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孙医生你这点说的非常正确。你这个我建议大家当你看到一点点的小斑越小越好，越淡越好的时候，就立刻去找你的医生或者是你的 provider 就可以开始治疗。因为它越小越淡的时候越容易，一旦它变得很大很黑的时候就更困难了，就是你要做好几个 session 你花的费用也会更高，所以当你越淡越小的时候越早治疗越好。好啊，对，刚才有人问这个杨医生的 email， 那最后我们会跟大家再说。那下面的一个问题，有人是说每年是不好意思，孙医生，我有点。孙医生，您得对着您的这个。好，那很多人呢身上都会长黑痣，那怎么样区分是良性或者是恶性的？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给大家？痣怎么样去除这样的黑斑、黑痣？那我先讲一讲，就是痣到底需要看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一个叫做 ABCDE of melanoma 黑色素瘤那 A 就是 stand for asymmetry， 那它的不对称性，如果你看一个痣它一边和另外一边不对称的话，那你就需要看医生了那 B stands for border， 那就是说它的边框如果有一些锯齿性的话，那你需要看一个皮肤科医生。那 C 呢说的是 color 一般来说，如果你有一两种颜色的话，大部分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两种颜色的痣，那是需要看一看医生了。那 D 呢？他说的是 diameter，
就是直径，如果直径是超过六毫米，那就是算是比较大的一颗痣，那你是需要看看皮肤科医生来确定一下。那 E 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是 evolving， 就是它如果有任何的变化，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成人了，任何痣呢如果变得更大，颜色有所改变，或者是边界有所改变，那你都应该去看一下你的医生。如果是孩子的话呢，痣它会根据孩子成长的成长而长大，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虑都应该去看一下你的医生。那我有好多中国病人来了之后都会问我说，杨医生你能不能把这个痣给我点掉，然后我就在想，你是说用激光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它点掉，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在中国好像经常会用激光啊来点痣。那在美国实际上这种方式是不建议的啊，一般因为呢我们在去痣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切掉，有两种切的方法，一种是把它就是 shave， 一种是 punch 啊，这个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啊，但是之所以我们不会建议说用药物啊或者是用激光来把它颜色变淡，主要是因为这些痣呢都会有一定的癌变的可能性，我们再把它切掉以后，我们都会把它送去化验，就确定它没有任何的 癌变的没有任何就是 risk。 那如果你直接就把它颜色变淡的话，那如果以后它有癌变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的，所以在美国是一般来说，如果皮肤科医生是不会，我觉得啊，皮肤科医生是不会来点痣啊，这个也是 medical legal purpose。对，我们一般呢都是做 biopsy 把它拿掉去掉啊，您这点说的非常对。那再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的就是疤痕，疤痕的皮肤怎么样去减轻疤痕的形成，或者已经有了疤痕的话应该怎么办？你是说就是疤痕的体质还是？疤痕的体质的皮肤，可是呢你要是没有结疤的话你怎么知道你是疤痕体质呢？对吧，总是会有第一个疤的，对吧，你总是会有第一个的 scar 或者是 keloid 啊，形成了以后呢你才知道哦，我是容易形成疤痕的。是的，而在这之前呢不知道啊，那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做了任何的手术啊，或者是biopsy 啊，对吧，都是怎么样去防止疤痕的形成啊？对对，你有我应该有一个 slide 是关于疤痕，就是因为它这个疤有很多种了，像如果是说疤痕性体质的话，那就是属于这种增生性的疤痕，就是凸起来一点的疤痕。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疤痕，就比方说萎缩性疤痕，就是凹进去的疤痕，还有不同颜色的疤痕。那我们在这里就说的是增生性疤痕。keloid 啊，或者是 hypertrophic scar 啊，像我们亚洲人是有人还有别的问题吗？想，那就去 Kroger 买吗？回家会路过 Kroger。 请大家 mute 一下 Rebecca。 好，没关系，杨医生您接着讲。好的好的，那一般来说像这有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家族史了，所以你要看看你家里面有没有人会有这些 keloid， 就是增生性疤痕啊。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预防创伤，观众朋友肯定是那还用你说吗？那在我们身上比较容易形成增生性疤痕的地方就包括你的胸部呀、肩膀啊、下巴啊、耳朵以及小腿。那最重要就是预防这些部位的创伤，非常非常重要。那我有朋友就说，那我就是想要扎耳洞，尤其是我有很多印度的病人，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扎耳洞，即使是会他们知道会有可能会形成 keloid， 他们也还是想要扎耳洞。那怎么办呢？那其实当你可以就是扎完之后，
如果你发现你耳朵部分有一点点变厚的迹象，那你就应该立刻取下你的耳环，开始佩戴一个叫做 pressure earring， 它是就是给有，它是属于这种压力性耳环。Delasco 它会卖这种，那卖这种，它算是一种医疗的一种产品啊。这个需要每天佩戴12到20个小时，而且要用4到6个月。那在你佩戴压力耳环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戴一般的耳环的或者是耳钉的，所以这个期间耳洞很有可能会合上。但是如果合上以后，我们也建议你不要再去重新扎耳洞，因为还是会有产生增生性疤痕的风险。所以其实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就是用如果天天得要用 pressure earring 的话，那如果有些人比方说他喜欢纹身啊，包括 body piercing 整容啊，如果实在想做的话，我也会建议就是说可以在小面积的测试一下，然后等3到6个月以后看看有没有增生性疤痕的可能，然后再去大面积来做这个。之所以让大家等3到6个月，是因为 keloid 它可以很久它才会产生，有时候甚至几年以后它才会出现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至少要等3到6个月来就是在你测试小面积测试以后。那如果你身上是不小心产生了一个创伤，比方说包括蚊虫叮咬啊之类的，那你可以清洗干净以后呢，用凡士林纱布，就是有一些这里面你这个纱布就是上面抹了很多很多凡士林，或者是 hydrogel， 就是叫做水凝胶的一种创口贴，来帮助你的伤口先愈合。伤口愈合以后呢，你可以用 silicone， 就是硅铜胶或者是硅铜贴啊，来贴这个伤口6个月。完了，但然后在一旦产生疤痕以后，我也会建议要在这个疤痕的地方用防晒，因为这个紫外线它会让你的疤痕更变得更加明显。那一旦疤痕就是 keloid 或者是 hypertrophic scar 形成了以后，我们也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治疗injection laser cryotherapy low dose radiation， 这些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方式所以也请大家不要担心，如果真的有了 keloid 的话，那就你可以去找你的医生来帮助治疗。那我知道 laser 一般都是要自费的是吧？是的，在这里面对你说的没错，在这里面 laser 是自费的。那最常见的就是 injection， 就是打少量的激素来帮助这个 keloid 变平。那 laser 的话一般来说是面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能会用 laser 或者是这种low dose radiation， 就是放疗，很少会用 surgery 如果用 surgery 一般是冷冻式治疗法也有一些手术医生他会把它切掉，然后再用放疗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 surgery， 它也是就是手术，它也是属于创伤嘛，所以反而这个疤痕有可能会变得更。这个增生性疤痕可能会变得更大，在手术完了以后。对，这一点挺重要的。那根据您的经验injection 这个 cortisone 和 laser 的效果上哪一个效果更好？那当然 injection 一般都是我们首选的，那 laser 会比它好多少呢？ laser 的话一般来说，如果这个 keloid 如果这个增生性疤痕它是比较红一点的增生性疤痕，它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如果它比方说我们颜色肤色比较深，它就是比较深的颜色那一般来说都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很多比方说白人啊，颜色肤色比较浅的人群，它的这个 keloid 它会有一些红色，那它就效果比较好。所以首选还是 injection。对，好，那一般 injection 多少次您推荐就是说再做其他的对治疗呢？一般来说得要
四次吧，三到四次，应该会，嗯，三到四，对，因为每一次你都会应该看到一些效果啊，但是第一次，但是肯定是不会一次就解决，大部分时候都不会一次解决，嗯，因为第一次啊，因为它是属于有激素的，有激素的 injection 啊，如果第一次给用非常多的话，有可能这个 keloid 它有可能会就是 overtreat， 然后它会 go the other way， 变得你可能会到时候产生一个凹进去的疤，所以我觉得病人肯定会是不高兴的，所以一般来说第一次会更保守一些，然后看这个病人自身的反应怎么样，但是我想一般来说三四次吧，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可能两三次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三四次肯定是没有问题。好那对这里面其实问题特别的多，还有几个问题呢，一个就是说关于祛斑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祛斑的问题可以花一两个小时去讲，是吧？对，孙医生、杨医生这样子，我也觉得我因为我自己也有斑，我都很关心这个祛斑的问题。还有很多人也问到了头发的问题，我也有这问题，我头发掉的也很厉害，也有白发，所以按理来说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今天晚上讲清楚的，那我们肯定要再继续来讲，我们要继续请杨医生来对，继续请杨医生那我现在想先请杨医生把那个 host 给回我一下。好的好的，那杨医生先把你的 email 给我们再分享一下，您把 email 再给我们 share 一下，让大家对，好的，我有 email， 可是我就说因为你在 host 上面，咱们先分享一下如果谁有这个具体的皮肤上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跟杨医生联系做治疗或者是咨询。再有呢，我刚才因为开始有一些技术故障呢，我也想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座呢，是跟我们CASI健康健身的平台也是合办的，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会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们的这个健康群，如果加入我们的健康群的话呢，也可以定期的来参与我们的健康的健身的活动。那如果是跟我健身的，来分享。好，那好啊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把 host 还给你没有。我看一下我的。对，我就是说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和非常的实用。那我觉得就是关于祛斑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讲一个钟头然后呢，我们关于生发的问题呢，再讲一个小时。还有一个非常就是说就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青春痘青春痘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对，就包括我是基本上每隔一天都有一两个病人会有来咨询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三个主题我们都可以在下边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再请杨医生回来解答我们的问题非常感谢杨医生杨医生还没有请您在我的名字上然后点右键，如果您是用电脑的话就可以把我设为 host， 我看一下然后这个 recording 我就给它停止吧。你的名字是雨桐。雨桐。好，今天还有一个呢，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这是第三次的讲座，我们就已经超过100人以上了所以我们今天 host 的呢，后来我才发现有很多人进不来对所以也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下一次，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再请杨医生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再把大家的问题跟大家交流，我们在下面的几个月，我知道杨医生现在也非常的忙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和你花这么多精力去准备这些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是孙医生请您把那个 host 给我，先不要结束。 OK 我没有结束OK 我就说谢谢大家还在我们的平台上，我就说我们如果是想跟我们一起锻炼身体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有不同的老师来带领我们去锻炼身体。那和我一起锻炼身体的时间是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到9点，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我们早上8点到9点和大家一起做健身锻炼。我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健身的知识同时呢以举重为主因为我觉得举重运动呢是我们华人经常缺乏的。我们喜欢跳舞我们喜欢去走路跑步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忽视了我们这个举重就是增强我们肌肉力量的这个运动。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好，谢谢。如果愿意，谢谢。好，如果现在有第一次加入我们的，你们就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什么健康的信息都能够和大家分享然后你们有什么建议问题，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义工的活动呢都可以跟雨桐或者我联系，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孙医生，谢谢杨医生啊，今天这个非常精彩和非常干货的这个一个分享，我自己也是很期待杨医生能够不断的到我们这来做讲座。那我看到好多人都关心说，哎，这些产品，就比如说杨医生您分享的，您用的这个护肤产品在哪里购买？我刚才在 Amazon 上搜了一下，好像还不太找得着，所以呢，我想是这样子，回头我们会请杨医生把您的这个就是使用的产品再发给我们一下，然后如果能有这个购买的链接那就更好。但是呢，请大家呢加入到我们这两个群里。那我来讲一下 Fresh Lemon 华人健康二群是让大家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 Fresh Lemon 这个公益机构中。我们每周孙医生都会带着大家锻炼健身，我们都会发到这个群里同时呢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我们本来是最后一个周六，但因为杨医生昨天忙，所以改到今天哈。但我们是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我们都会有讲座，所以也请大家进群。现在你最好做一个 screenshot， 因为我们马上会要结束了哈。第二个群以五飞扬女性幸福生活，这个是针对女性的。那我们除了身体要健康，我们饮食要健康还有包括像我们这个健康护肤，我们还需要什么幸福生活那这里呢这个群呢是专门针对女性的，那请大家都截屏然后扫码那最好就是现在大家尽快截屏，我们再讲五分钟我们就结束好吗孙医生？好我看就是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边，我就说关于青春痘的问题呢，我们会专门一讲来讲青春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运动最好有的人说家是最好的运动对不对这个瑜伽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可是呢我们怎么说呢，一个健康的标准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全面的健身的话呢我觉得只做瑜伽是不够的虽然瑜伽呢有不同强度的瑜伽，所以呢我还是呢尽量呢去做一些不同种类的运动，包括健身心的强心的运动然后呢就是说增强肌肉的运动，力量的运动还有平衡的运动，瑜伽它实际上是很有平衡的运动有强心的瑜伽呢，它对心率呢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呢就是活动身体中的每一块肌肉，实际上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瑜伽是做到了非常非常的精炼的地步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可是往往我们在做一项运动的时候呢，不能够完全锻炼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关节，那是我们就是说我就是说应该做一些更全面的运动。现在呢就是比较大家就是说健脑的运动，包括 HIIT 就是和
减低时间，我们现在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专家呢提倡就是说锻炼，每天锻炼10分钟，可是强度要非常大的10分钟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就是既省时间又起到锻炼的标准，锻炼的目的。孙医生您要对着电脑。哎，杨医生还在线上吗？嗯，那如果那没关系。没关系，我跟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刚才杨医生讲到了化学防晒的，它的很多化学成分呢是被皮肤吸收进去的，所以呢就是说对身体有一些坏处，很多化学防晒的成分呢已经被禁用了，所以物理防晒呢相对来说呢对身体的损害就是说没有，不会吸收到身体里边去，对身体的妨害呢会更小，晚上运动睡前2个小时，这个呢我自己觉得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如果你运动以后睡不着觉那就不要运动，如果说不要在3到4个小时之前运动，如果你运动以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你觉得非常的舒服可以睡觉，我觉得就没有，应该没有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会起一个热水澡，做一个桑拿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这种行为呢实际上也是让我们的心率加快，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那最后呢和运动实际上效果是差不多的，它对我们的有的人会觉得睡觉更好实际上呢我运动以后大概2个小时睡觉呢实际上是特别好那当然是因人而异的。还有对其实我就说很多这个 retin-A 的问题retin-A 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杨医生来说的，它是要从小剂量慢慢的增加到一个大的剂量，对慢慢适应的过程，所以呢如果说您对小的剂量已经是适用的话呢，你可以往上加一点这个分量而且呢就是说用的再频繁一些同时呢也要注意，如果说你已经用了比较大的剂量而且每天都用，实际上呢你可以给你自己一个holiday break， 让你的这个皮肤呢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呢也不愿意每一天都被刺激，所以你可以用5天，然后等2天不用，然后呢或者是隔一天用一次，这样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哎，我这里边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德国的皮肤专家，每一个星期说洗一次脸，那个实际上呢，他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呢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化妆用品、肥皂都是碱性的，我们的皮肤呢是一个酸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我们用这个香皂很多时候对皮肤有害而并没有益。那个我有好几个最近居然有2个病人来说，你说他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洗脸，而我今天觉得我的皮肤好很多。我说实际上用这个就是非常mild gentle 的 cleanser 去稍微把脸上的一些灰尘清掉以后呢，你再用上这个我是基本上晚上就是比较简单，我有的时候就用那个 retin-A， 完了以后呢用一下这个skin moisturizer 就可以了或者呢是用一些凡士林，如果你脸上这个时候起红斑呢或者是说觉得非常发干的时候用一些凡士林其实效果最好如果说不化妆，像我们基本上都不太化妆的每一天呢我晚上呢就是用一点就是非常 mild 的这个清洁剂去清掉，所以我不用说卸妆水那些我都是不用的所以呢不要过分的清洁这一点说一个星期，或者是我觉得一个星期有点过度了
其中有一个我经常跟病人分享的，就是说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的话呢，反而就是适得其反。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她是大概25岁的这个样子，她说她从来没有用过洗面奶洗脸，她都是就用水洗脸的，她皮肤非常非常好。对，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产生一些油脂，所以为什么说呢，还是要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容易产生油脂的这些朋友们呢，还是要用一非常非常的温和的这种清洁剂啊，这个还是有必要的。那洗脸呢，我是主张用冷水洗脸，我自己也是用冷水洗脸。好的，行，那讲不完哈，但是没有关系，大家找到组织了啊，就是以后大家光只要在我们的群里，或者是我刚刚看到很多人都加到群里面来了，欢迎你们因为感觉你们应该都是新朋友，那个老朋友，如果您已经在孙医生另外一个孙亚医生的那个在孙医生的另一个群里的话，是不需要再加入到二群的。如果在孙医生聊健康的，这是我们 Fresh Lemon 一群，然后如果您已经在那儿，就不用加到二群里了哈。好啊，女性朋友是加到以武飞扬的这个幸福生活圈群。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吧，孙医生。然后更多的问题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在群里聊。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参与啊。那我们下一次呢？会有啊，对，会 host 的更多的朋友啊。那我已经看了更好的Zoom的升级产品，对，谢谢大家，也希望呢我们有志愿者来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好。好，谢谢大家啊。最后一秒钟赶快截屏，我们要关了哈啊。祝大家晚安。好，好，再见。再见。哎，雨桐啊，你也要把我加到那个群里边去。哦，好嘞，好。忘了，谢谢。